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想想，来给你送花来了。一枝玫瑰花，他对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说我一心一意。你现在还是一心一意排练去吧。一会儿老师们都该回来了。好吧，来日方长啊。欢迎光临啊。好吧。江总，我们没叫齐燕，都安排好了，他待卡，拿着卡带你上去。好，这是等我。是。江总，找上门来了。我想跟你谈谈。跟你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你真认为公司是于福才的？真的搞笑，这样的问题您都问得出来？拜拜。2分钟。请。说吧。公司呢，我占60%的股份，于福才呢占25%，马翔呢10%，吴丹如占5%。我的60%的股份里头有其他商家的股份，于福才呢有员工们的技术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在工商注册的时候没有体现出来剩下的股份？完全正确。世界上还有这么傻的人呢？我。那我觉得您可以玩玩升级游戏，练练脑子。接下来是不是要说您和于福才认识20多年，你们一起白手起家把一个小公司做成现在这个规模？我说的没错吧？这也知道。是在于福才即将倒闭的时候，他找到了我，我们共同经营了这家公司。那又怎样？这家公司是我做起来的，我是这家公司的股东。你们在海外重组公司，作为股东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。我们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的。至于您说的什么翔、吴淡如，我都没有见过。如果他们真的是公司的股东，股东大会的时候不可能不出现吧？你们在海外重组公司之前，于福才把吴淡如、马翔所有的股份都买走。那我明白了，于福才合理合法。你确定他这么做是合理合法吗？合不合理，合不合法，跟你我今天谈话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由法务部去判断。请吧。你这么做会后悔。江总怎么样？我根本就不信，于福才他们都成立公司了，所以他们都合法的了。公司是于福才注册的，股东和法人都是他找的。见利忘义，小人一个。江总，那个公司从于福才那老小子手里要回来，我是不是大功一件？是。那倒是给我股份吧。哎呦，小鸡贼呀你！啊，给不给吧？给，从我的股份里给。哪能让您出啊？强子跟您开玩笑呢。好，强哥，谢江总。别过了。哎，哦，好儿子，喜香香。哎呀，这就算齐了。洗澡呢。
了，洗完了，刚洗完。呵，你瞧瞧，你江天这一上班，你这全都行了啊！哎，我得替他分担分担。哎呦呦，您抱着，我把水倒。哎呦，慢着，慢着，脑袋，哎呦哎呦，乖着呢。真的，我先把水倒了啊。您坐您的。真乖。哎呦喂，洗完澡了，行吗？没问题。啊，洗完澡了。香香了，那我闻闻。嗯，真香。洗完澡高兴了是吧？舒服了是吧？您坐您的，您坐您的。哎哎，哎呦呵，抹点这个油润肤露，瞧瞧背心润肤露，哎呦，国外带回来的。真的啊？哟呵，他们说特别好，倍儿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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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是特别的，哎呦，抹香香，不含酒精，抹香香了，抹香香，没有刺激。是吗？哎呦呵，我高级的又不让坐着，特别舒服，不让坐着，特别安全，啊、是吗？嗯，来来，咱把小手摸摸啊，净是洋气的东西，净高级的东西，摸摸小手，抹点倍儿轻，抹点倍儿脑门也抹一抹啊，香不香？香不香？闻闻香不香？哪来的呀？咱们这高级东西哪来的呀？啊啊！救人是亲吗？哎，借过借过，酒来了哦。行了行了，不要再说那些不开心的话了，来来喝酒喝酒喝酒，哎呀，舒服。哎，文文喜欢你爸呀、啊、哎呀，你呀、啊、虽然说你妈自私了点吧，但是她所做的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，对吧？我妈呢有一句名言，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。这个万爱千恩百苦，疼我熟知父母。你妈平常对你多好啊，你就别矫情了，行吗？就是。嗯。本来呀，我也是挺生气的，但是当她说她真的要走的那一刻，我就忍不住了。哎，到底是你亲妈吗？啊？微信，微信。小幸福好点了吗？亲妈就是不一样，多伤心呢。正在适应中呢，放心啊，妈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天姐，你刚刚叫的什么？妈妈，这么快就叫上了，叫的还真顺口，还透着亲切。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不知不觉脱口而出了。恭喜你上道了，毕竟啊，血缘关系啊，亲妈了。嗯，而且我妈呀，让我用哭声免疫法带小幸福。哎，但是我公公把我批评得一塌糊涂。可是我觉得那哭声免疫法挺有道理的。嗯，他就是从小培养孩子独立的习惯呀、性格。可是早上我看袁硕带孩子带的也挺好的，孩子不哭不闹，现在搞得我都不知道该听谁的。天儿姐，我觉得老妈的法子得用，袁硕的实践也得观察，谁好用用谁的，对不对？嗯，长脑子，那必须。对啊，也对哈、啊，只要对我儿子好，哪个都行。对，上道了，嗯、来，来来来来。哎呦！江总，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顽固分子一个，认准于福才了。那个，凯特里没看吗？其实也是，于福才其实所有的资料都是符合 VIE 结构的规矩，那么他在外面成立合资公司其实是合理合规的。在我们财务上表象上来讲有很多种解释，但是正常合理的规避也是允许的，所以很难追究下去。再说了，你说咱们公司虽然大部分员工都知道江董是大董事长大股东，可是所有合法的文件全部都是于福才的。现在说这也没用了，你想咱公司
于福才注册都20年了，江总，咱得想别的办法搬回去。办法是有啊，但不能轻易用。江总，把这事儿公布出去，让于福才在这个圈里看他以后还怎么混。不是我强子说你，您就是心太软。凯特里明显是被于福才洗了脑了。对付于福才这种人，你不拿把刀。 只捅他心脏，他是绝不会投降的。你唯恐天下不乱吧？乱中取胜啊！行了，别出馊主意了。就是，江总，要不明天我去辞职吧，索性我不干了。你和莹莹，你们俩都不能辞职，而且还要好好的上班，这样才能掌握公司的最新情况。行了，我有事儿我先走了。江总。江总说的对，不能辞职，要好好的干。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，没错，但是黑暗之后一定有曙光。二位，通过这两天的走访和调查，我发现四库项目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。 就是个性化的购物体验，这个环节需要实操和理论指导，有了这个指导，这个项目前途无量。已经暂停的项目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浪费太多时间，追求今年的利润向董事会那边交差，才是我们要完成的首要工作。你说的没错，近期目标是这样，但是远期目标必定四库项目。跨境电商业务是非常阳光优质的内容，我想。 但凡有前瞻性的公司，都不会选择放弃。完成近期的目标，才能达到远期的规划。再优质的产业，如果不能马上见到利润的话，董事会那边可能也会大费周折。我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项目的短缺，所以我才暂停。但是暂停并不代表不进行，我想把它补出来。你是说，加强四库项目技术鉴定的研发？ 探知需要很多的资金啊。先甄别，确定研发团队需要多少费用。项目启动之时，就是研发团队入驻之时。妙，在推广中研发，一举两得。OK， 莱头，这个项目就让你去落实了。你不说，我要自己申请的。 福才，非得这样吗？福才，非得这样吗？哼，都什么时候了？ 回复，说明你已经决定了。好吧，福才，那哥哥我就奉陪到底。 都下了，好吧，应战。
曹阿姨，你也要出去啊？啊，德顺一大早出去了，你们怎么那么忙啊？都够忙的，一大早德顺就走了啊，天不亮就走了。呵，啊，您待会儿眯瞪一觉，躺会儿。我今天我想去一趟江天那儿去，今天他第一天上班，我想给他看着那小幸福去，中午我就回来。放心吧，放心吧，啊，我不会乱跑的。嗯，啊，你走走，别出去啊，啊，看吧，放心，我不会乱跑。嗯。你这是干嘛去啊？上班去啊。你上什么班啊？什么上什么班？我不上班谁挣奶粉钱呀？那我这闲着了吗？啊，你看看我现在是吸粉养粉续粉，对不对？那将来我这一作品大卖了以后，我就是大 IP。 好好好好，你是大 IP 啊，等你养成了大 IP， 儿子大学都毕业了，看好孩子啊。你给我站住，你是看不上我呀？啊，你看着啊，我这更新量一上去，我就不信粉丝量上不去。看好孩子啊，请好吧。凯特总，里边请。于总，凯特总到了啊，请吧。请。于总，谈个事儿，你至于这么浪费吗？这儿啊，这儿比较私密。堂堂公司大老总被员工逼得躲起来，说出去沾人笑话。严重了，因为公司很多客户和关系都在江德顺手里，我怕万一要传出一些对公司不利的消息，会影响公司的业绩。这是被开除的员工对你隐形的威胁。主要还是不想激怒他。你解释一下吧。是这样，那几笔款我们打给地下钱庄了。咱们都知道，旅游项目在投资界其实就是扔在马路上也没人捡的项目。四库项目虽然很火很热，但是你今天也看到了，物流会是个大难题，而且必须要有一套专业的、权威的奢侈品鉴定机构来配合才可以。这两个项目想孵化找投资都很困难。当然，投资你们是专家，我就不多解释了。这两个项目我们都看好，而且非常有前景。为了更好的能展开，所以不得已就接触了地下钱庄。还好时间不长，你们就来了。于总，这是往来的资金明细表，你看一下。要需要解释的，我们会计师也在。为了项目的推进和资金的安全，我们有监督的责任。当然。于总，在四库项目上，不可否认你眼光很好。但是如果我们早一点做研究，聘请专业的跨境物流专家为我们的项目做一套行之有效的软件，实现个性化的购物推荐，当客户打开 APP 的时候看到的是私人定制，我相信不用我们宣传，客户自然蜂拥而至。另外，于总，你在这么大这么豪华的地方办公，环境是好，但是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光脚不怕穿鞋的，时间拖了太久也是要有成本的。当然，
行，于总，今天就到这儿。李天，哎，我是。妹妹宝啊，佳伟，于总，你那啥意思？讽刺咱们被个跳梁小丑威胁的到处钻地洞。哎，对了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咱们躲什么呀？咱们公司的程序是正常的呀。反正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迟早要面对江泽顺，对不啦？吕丁，市场运营总监，你来当。正啊，太好了。哥几个都在呢，啊，建哥，把我请到这儿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跑美国去了，哥。行啊，你海外的上市公司什么时候开春啊？听谁胡说的？啊？你大上市公司的老总，纽约交易开春的时候，想得过哥几个吗？想得过三兔子吗？要是开了春上了市，我回来干什么？我去办点私事。还记得你当初给我起“三兔子”外号什么意思吗？不记得。你是说我跑得比兔子还快？我是夸你对人、对事儿、对市场的敏感。怎么着？现在敏感到我这儿来了？没有，哥，对您，我永远都是后知后觉。今儿请你来呢？就是想问你个事儿，你的公司跟海外风投成立的新公司，那当初你许诺给我们的股份还算吗？算。你好，我问你啊，吕丁这样的人都能当上运营总监，这哥几个当初跟你一起拼死拼活创业的人，怎么什么消息都不知道？谁说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哥，做大事儿，见大世面不如你。今儿请你来，就是想让你给我们解释清楚。解释不清楚，哥几个今天呢，就陪你在这儿待一晚上。明儿一早，咱们去找于福才，当着于福才的面儿。你把事儿说清楚，行吗？好，今儿晚我就陪陪哥几个。阮富有，哎，江老师，啊，园长，你这买的什么呀？啊，我给我妹妹的宝宝买了一套那个新生儿的洗护套装背亲的。哦，背亲啊，嗯，哎，我听好多家长说这牌子不错呢，是吧？是吧？嗯，嗯，你对你妹妹真好。哎，对了，那天那个外国男孩是你男朋友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普通朋友。哎，妹妹都有小孩了，你有男朋友不很正常吗？小伙子挺帅的，好好把握啊。行，你也赶紧下班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再见。嗯。你那好，谢谢啊。长得特别像大熊猫，熊猫，那挺可爱的呀。我服吗你？啊？
呀，你怎么跑去上班呢？让元帅一个人待在家里，他可真舒服啊。关心你呀。是呀，我罗妈她经常给我发一些什么育儿经啊，然后产后护理呀、啊，什么营养食谱啊给我，你就知足吧。哎，有人惦记你，多幸福的事儿啊！万一对你多省心呢。是，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我来上班了，这不危险麻烦了。我要能有人惦记着，那多好啊！熊猫惦记你。Mic check one two one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杨婷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，他们都去休息去。袁硕让我来看看你。哎呀，他终于把你给请来了。哎，你是哪个呀？看我像哪个？你比划一下啊。你会吗？你确定你会吗？不太像吧，这也太死了。看起来很帅的嘞。吉他独奏。也不像。这比例不对，太小了，这个。是吧？哎，我当时打鼓的吧。骗你，我真不是。对啊，看得出来。哎呦，我这么帅，我当然要当颜值担当了，负责主唱。后面是和音，主唱，给你听一下啊。袁硕给我们写了一首特别接地气的歌。袁硕？对对对，啊，他说就是大家一定喜欢啊。One two three four， 小小的人儿啊，四四方方呀。袁硕说他给你写的歌，他写的。对啊，他说接地气绝对能火。他说绝对能火呀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他还当我经纪人。你没事吧？你脑子有泡吧？这你也信？不是说那个脑子里有水吗？水泡。说真的呢，他说带着鼻音。小小的人啊，你不是挺喜欢的吗？外国人是不是这个？思想太简单。我们外国人比较喜欢中国的传统音乐，嗯，比较喜欢一些小调。什么？这个听过吗？哎呀，来一下。大家来的很是时候啊啊！我觉得咱乐队可能要加一人了，能请假吗？可以吗？我可以吗？嗯、谢谢。真棒，这
真棒！能再唱一首吗？特别紧张。能再唱一首吗？笑什么呀？什么情况啊？一天一捧玫瑰花，一天一捧玫瑰花，谁送的呀？妈，这花我送您的。你送我的？嗯。每天送我一捧玫瑰花啊？你是钱多烧的吗？那你既然送我的，你干嘛这花全都搁你屋啊？你怎么不搁我屋去啊？你瞧瞧你那屋子里边，就跟花房似的。你瞧咱们家，连花瓶都不够用了。还往回拿呢，妈，您看我这买花给您欣赏吧，您还挑三拣四的，您觉着合适吗？不合适。对呀，我买玫瑰花给您，证明我爱您，咱俩是真爱。咱们俩当然是真爱了，我生了你了，你再不真爱我，但是也不能这么浪费呀。我心疼钱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叫烧包。我看着这个玫瑰花一朵朵的，我觉得都是钱。您掉钱眼里了？对，我就是掉钱眼里了。如果这花是你买的，那我肯定掉钱眼里了。但是，如果这花是别人送你的，那就另说着了。谁送的呀？他为什么要送你花啊？他是谁呀？我能见见他吗？你能把他带过来让我瞧瞧吗？见见。哎妈，我跟你说一事儿。今天下午，我小叔给江天打一电话，他说罗姨用微信遥控他，嫌他让江天上班了。这事儿您知道吗？那他就是心疼他闺女了呗。嗯，他知道心疼他闺女了。咱们家的闺女呢，到现在连影都没有呢。哎，你小叔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？下午。你说他下午，这都几点了？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. 行了，还看你的花呢，关机了。关机？啊，这不正常啊。以往德顺，别说关机了。只要他那手机快没电了，他就得给家里边打个电话，得说一声。这可是太不正常了。不是妈，兴许我小叔现在特忙，开会呢，手机没电了，没来得及啊，保不齐出差了呢。不会说出什么事儿吧？哎呦，不会不会，妈您想多了。咱，妈，拿着我送您的玫瑰花，咱踏踏实实回屋睡觉去成吗？走走走走。今儿放您屋啊，放您屋，以后都放您屋，真给。以后还有以后吗？不是，天天还往回拿呢。没了没了，就我说，如果妈哪天我再给您买的话，就我就还就放您屋啊，都是您的。真给我买着吗你？你不用蒙我你。哎妈，你给我发的照片我收到了，你这普拉提的动作做的也太标准了。真的太拉风了，哎，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可悠着点，别伤着自己了。好，好，咱们回头再说啊。嗯。听见没有？不定又下什么幽恶的指示，隔着太平洋都指挥。他每天要不说点什么，就显示不出他的存在感来。我跟你说，美帝国主义已经侵略到家里来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看我的，请好了。媳妇儿，干嘛呢？又给妈指挥呢吧？妈最近练怎么样啊？谈不上指导，妈现在练得可高级着呢。那是你的功劳啊！哎，隔着太平洋。
你能把妈指导这么好，我真是服你了，有点心眼里往外佩服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妈刚刚发给我这个宝宝喂养指南，我发给你了啊。行，我告诉你，咱们儿子一定要定时定量定点的喂饭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嗯，我孙子什么时候饿了就什么时候吃。哎，那么老远，我孙子饿了他怎么知道？别没事找事儿。爸，我觉得人家江婷说的挺有道理的。您想啊，把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是不是？你小时候就从……爸，你还等到几点呢？啊，这么，那赶紧上班。您听我，别耽误事儿，您把这交给我啊，别耽误了。我孙子饿了就得吃。你看，爸生气了吧？但是我站在你那边，我支持你。你必须支持我啊！这你放心，妈教育的女儿那就是标杆啊。那行，我可随时检查啊。欢迎媳妇儿指导。让开，让开，让我进去。行，那你把于福才叫下来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义务叫人，你们不能进去。那就是说，于福才出不来，我们也进不去了。于福才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这我们有意思吗你？闺女，出来是吧？这现在这怎么办？出来！给我出来！于福才，出来！出来！于福才，大骗子！于福才，出来！于福才，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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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在这闹事情，我们叫人了啊！叫啊！大骗子！于福才，于福才，听见没？于老板，江德顺被保安骂出去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把保安买通了，他永远别想再迈入这栋大楼。我领吧。该来的都来了，请朝而动吧。哎呦，于老板，不要担心啊，保安自家人。哎，于总，今天这帮人啊，不是江德顺找来的帮手，我的眼线帮我打听了，他们好像是把江德顺绑过来的。这些是比帮手还可怕的帮手。那啥意思啊？那啥名啊？网销供货商。网销供货商？哦哟，那就更不要担心了。他们还指着咱们给他们卖命呢，谁跟钞票过不去啊？对吧？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？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出去嘚瑟，把风投入资公司的消息传出去，这样他们就会找上门了。然后吃个闭门羹，他们就学乖了。到时候我们一高兴，随便丢给他们一根骨头，他们就像疯狗一样的扑上去，厉害！再放消息出去，让江德顺的家人知道他被扣，让这帮人知道知道谁才是公司的主人。